天上圣母降，诗曰：舍去犹然可得回，发心一念永无灰，堪期福慧成功果，乐正仙班上玉台。盛世人之发心最为可贵，佛家讲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，儒家讲忠恕，道家讲敏生，无非是一心转念而已。但此一转念却可造就无边功德，此为佛门大乘要义。可著书贤生灵神出窍。弟子参叩恩师圣驾。无需多礼，吾等出发著书。是，适才恭临恩师开示，是否与今夜著书有关？然也，今夜吾等往访九阳关，拜访一位星君，圣名肯舍。肯舍星君，对照恩师偏前训示，是否这位星君颇能布施，以此积大功德而正果成仙？然也，说起此位肯舍星君，贤生应有所知，草屯闹区中一座宗教重镇，几乎已成此区百姓信仰中心。当然宗理兴建事务令尊居功最伟，但是此位星君却是不施旧有功职之大地主。弟子想起来了，星君姓林，齐公子曾是草屯此关恩师道场之堂主，只是献帝建庙就可以上正星君果位，并且很奇怪，为何会正入九阳关？莫非他老是一贯道修子？然也，四十余年前，一贯道传道很艰辛，修道子还要躲避关考。此星君不但求道行道，并且齐家田地供应草屯关帝庙暂错，星鸾济世，神威显赫，草屯乡绅多有入鸾护持，极致令尊总理堂务，准备盖庙。是以星君首肯将就有公旨献出，分文不取，以立兴建事宜，如此功果乃得正班敕。这样弟子就明白了，草屯关帝庙此一道场几乎是周围乡镇之信仰中心，香火鼎盛，度引有情众生不知凡解，至今悠然普受信仰，则此功德持续累积，星君可是比放在定存利息还要多。好了，星君在前，贤生上前见礼。是，原来言谈间已进入九阳关，来到一座大厅，面前一位慈眉善目之老者，正是小时候所见模样。弟子参叩星君，一别将近四十年，您一如生前，弟子已由同治之年进入中年。贤生无需多礼，岁月催人老，大道及早修，请圣母圣驾与贤生进入奉茶。师生三人进入净室，先同上茶。恩师啊，弟子记得您生前是有在堂中护持鸾物与堂物，但不知您有求道，只是您今日上正九阳关肯舍星君，是否为弟子开始修正过程？说来惭愧，无求道之后，虽然不惧关考，尽量参加道中法会，但因关帝庙有鸾漆，无熟知鸾门普化之要旨，故也尽力护持，因而鸾物进程顺利。及至令尊也在堂中效鸾，更是扩大普化，许多道亲因得机阅读令尊所创办之鸾友杂志，闻风而来道场，以普及全台，甚至日本亦有善信来朝，所以决定兴建大庙。吾乃将旧宫田地奉献以为建庙，并且协同令尊建庙事宜，因此上天颁敕果位。您是说您修正过程是以此功德正仙班果位？吾明白贤生之疑惑。一者，据天律明载，建道场功德第一，吾率先将田地捐出，此功德已蒙上天会之名，司注销宿世罪业。二者，建庙之际，吾一力护持，乃在积身福慧。三者，吾乃一贯道修子，既得仙班果位，乃来九阳关加行，而后颁敕星君果位，并留在此做授课之助教，以为上升此关之修子，主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之课程。弟子明白了，您是以大功德成神，并且求道有返回无极理天之愿，故来此正果。然也，修道自有三千功八百果，圆满成道，若内果不足，则由外功德而补满，若外功德不足，则可由内果补满。当然要高正果位，则必须有加行至元神灵通无碍，使能高正上圣佛菩萨之位阶。弟子明白，感恩星君开示。那么吾等可以告别。吾恭送圣驾，贤生后会有期。
弟子拜别。师生离开九阳关往回堂路上，恩师啊，一贯道道子之修正历程是否可以在本书中多为罗列几篇？贤生为奉旨之主著正鸾，有此意愿，吾当助予完成。感谢恩师成全。好了，已到贵堂，贤生灵神投体。弟子恭送圣驾。天官大帝降数论鸾门善书普化之意义众所周知，提升文明必要有文字记载以资传续，一句名言可以传颂千古，古以口碑相传，即要文字记载，因此百事劝人为善以书。今日鸾门道场之所以上天毕命甚深，即乃因鸾门墓笔诸天佛圣开杀传讯，操孤编辑以成书而传不受世，此中有天意之慈悯，佛圣之悲怨，以及护持人等之共善，才能成就一本宝册善刊，因此流传于人世各个角落，因缘应机而得开启阅者之智慧善根。一言之，未来成佛之前，现下众生可以借此一本善刊宝书而不上绝路。是已故，上天为使鸾门道场普化道业更续，当下颁敕凡有朱印宝书加工赐福，其缘由即在每一本书有可能启发一位善慧根者，成就于绝路上。贵堂领命创建已近30多年兴霜，年年著书不断，神人见数可喜可贺。吾今夜乃特来降驾慰问，一则勉励各地善众亲近善书，另者续勉贵堂贤生祭此良机，发诚护持，功德无量矣。谢谢观赏，欢迎分享，按赞，广种福田。别忘了记得订阅，敬请期待下一回。